好的，同学们，现在我们在 Lukisan Berskala 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呢是进入好几面的那个考试题目， OK， 最后一个部分啊。好，我们进入 MT21 第三题。好，我是先劝你们说 MT21 一直到 MT30， 你们可以先稍微做一下先， OK， 刚刚在那个特别的交代，我也叫你们先做先，然后才进入这一个批改的，好不好？好， tinggi sebuah bangunan pada lukisan berskala mengikut 30 cm， OK， 然后 cari tinggi sebenar， sebenar 就是大的咯，所以我们就用30来乘600，30×600，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答案，然后再把它换去 meter， 30×600除100，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了。OK， 所以这一题很简单啊，30×600除100，因为我要找的是 tinggi sebenar actual height。OK，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过后你会得到的是 B。然后下一题，第四题，他说一个 skala 是这一个，然后他要你找的是 st 的高度。OK。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找的是 scala 嘛，对不对？ lukisan st lukisan，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一个给找出来先，1除以1/10 等于1×10， OK， 所以等于10咯，所以每一条线乘10咯，我就会知道下一个我的 lukisan 我要画多少咯，所以5×10咯，5×10等于多少啊？答案50咯。OK， 好，它是这样子来的。然后 A，OK，这一个是它的 object， 它的 sebenar，OK，然后 lukisan 是这样子，所以 lukisan 一定是放前面的 ，object 一定是放后面的，而且我们拿同样的线，我拿直的，我就要拿直的，然后呢，想办法让前面变一，除三哦，这个也是除三哦，所以它是这样子来的。一二，这一个呢？这个步骤你要写出来给老师啊，你不可以直接写答案。这一个的答案是一 nisba， 它是怎么样得到的？你要写出来给我啊。我拿这条线跟这条线，我们都拿直的 ，OK？ 好，然后 B 项 km 啊，我说过了 ，scala 一定是以 cm 来作为一个标准的，所以 km 要换去 cm 啊 ，OK？ 所以它应该是很多的咯，很多个零的咯 ，OK？所以是2 5 1 2 3 4，它往后移5个位，然后这一边呢我要把它变成1嘛，对不对？把它变成1，然后它是9原本，对不对？然后6我除9哦，这个也是除9哦，就等于1 3 2 6 3 3 9，这个是答案哦。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N 啊， N 等于这一个答案。 OK，好，来到了这个，这个是 object， 我们现在 lukisan， 我拿直的线， OK， 你算咯，直的线6 2，然后除6除6 1 1/3，所以答案是1/3。这一个呢一样的，我拿直的线，直的线是1了啦，所以原本的线 2， OK， 答案。好，横的线4啊，不54，然后这个除5咯，这个也是除5哦，然后1/4/5咯，1 nisba 4/5，然后这一个拿横的，拿横的2 4，这除以2，这个也是除以2咯，所以最后1 2，就这么简单哈。 OK， 好， tinggi sebenar sebuah bangunan， 它原现在它给你原本的高度， OK，他叫你找的是 plan， 在 plan 里面它的高度它要跟着这个 scala， 我就拿来除咯。但首先我除之前我一定要把72 meter 换去多少个 cm 先，多少 cm 把它换去 cm， 然后我才拿 a 除以1200，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我的高度，最后的答案。 OK， 这个的答案如果跟着这个步骤跑，答案应该会出来的。 OK， 好，来到了22面MT22， 同学们，现在他给我的是 meter 来答，你看清楚啊。所以现在如果我横的线是这一个12 meter， 就等于1200 cm 咯，然后除以400，
除以400就等于三个格子咯，所以12个 meter 变成三个格子，然后你画出来的图画呢会是这个样子的，三个格子，一个格子，OK，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格子，两个格子，八吗？八百除四百，两个格子哦。然后呢，就把它连起来 ，OK， 就这么简单。这边也是八来的嘛，对不对？八百除四百，两个格子咯 ，OK， 就搞定了。好，然后呢，这个图不难拿。然后来到了这一题，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困难。K 八题四分 ，OK。首先，他告诉我。这一个图的 perimeter 是144，这样我一定要找出第一步我一定要找出一条线是多少咯，所以144除以6，因为它六个边 perimeter 嘛，对不对？然后你得到答案 A， OK， 然后一条线是多少咯，这个是，然后一条线是多少，我现在要找的是那个他给我的是 actual， 我要找的是 lukisan 吗，对不对？Lukisan，OK，然后 A 我要，因为我现在要找 Lukisan 嘛，要找小的嘛，我要除以我的 n 哦。Calculate 一下，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哦 ，B。然后我就用 B 乘以6，我就会知道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我的 Lukisan 的 perimeter 是多少 ，OK。然后第二。所以你跟着这个步骤跑啊，你会有答案啊，同学们。然后这一个呢，他问你如果 ，OK， 好，这一个部分啊 ，peratusan pengurangan bagi perimeter lukisan berskala hexagon sekiranya panjang sisi sebenar berkurang sebanyak 20%， panjang sisi sebenar ，OK， 它原本的长度少20%。它原本的长度少20%，这样我要找它原本的长度是多少先哦？原本的长度我们刚刚找出来了的 ，OK， 上面的 A 咯 ，A 是原本的长度啊 ，A 等一下啊，原本的长度少20%嘛，所以我们就乘以80%，你就会找出一个答案咯。来，写这个答案是 C 啊，你看我没有给你数目，因为我要你按嘛 ，A 是上面这个 A 啊。OK， 然后你找出来了 C， 找出 C 了过后，我要知道它的那一个最后它的那个啊，搬家 CC Sabrina， 他现在要找的 perimeter Lukisan 吗？如果他这个少20%，它会不会影响 ？OK， 所以呢，我的 C 还要再除3、4 ，OK， 就等于一个答案喽。那些是 D 了啊，然后 D。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perimeter 嘛 ？perimeter 它总共的它希望知道是多少，所以我乘6 ，OK， d 乘6就等于1哦，对吗？然后这一个答案，这一个答案，最后的这个答案，我减掉1，我再除以这个原本的 ，OK， 乘以100，我就会得到我最后的答案了。OK， 你看好啊，同学们，你 step by step 的跟着啊 ，OK， step by step 的跟着，看它能够少多少吧先 ，OK， 好，就这么简单啦、啊。你看我完全没有给你数目啊 ，OK， 因为步骤来的更重要嘛 ，OK， 好 ，next， 现在这一边这是另外一本书的考卷，所以你看啊，很简单的啦，一样的咯，我拿直的线，所以第一个格子是1、3，同学们这样子好不好？你一定要把步骤写出来，一三是怎么得到的？我可以给你答案，对吗 ？OK， 但是我要知道是怎么得到的。OK， 这个也是，这个在考试一定出现的、啊，一定出现三分。OK， 好，来到了这一个72 cm， 这个72 cm， 请问它的半径 cc dalam dilukis untuk cc 72 cm， 它要画的是什么呢？Lukisan 啦，跟着这个，所以他要找的是 Lukisan 呢，对吗 ？OK， 所以 Lukisan 我要怎么处理？我就用72换去，首先先换去 cm 先，一个数目的 cm， 对吗？然后 A 我要找的是那个 Lukisan 嘛，所以我除以600，
我就会得到我最后的答案了。OK， 就这么简单啊。来到了 B， 他要我们画什么？重新画这个图。OK， 这一个 A 啊，算出来了，你就知道它多长了。OK， 每一条线换去 cm， 每一条线换去 cm 除以600。OK， 所以这边呢会2400除以600，你就知道多少个格子了。然后呢，这边有一个30的，对不对？300除以600，你就知道多少个格子了，打横的。然后呢，54牵涉多少个格子？72多少个格子已经写下来了，这边 ，OK， 把它处理。然后你的图形呢 ，suppose 应该是这样的 ，OK， 不难啊。好，我们先下去，一样的题目重复罢了 ，OK， 这一个的答案一样的，你看啊 ，A 呀，我一样的把那个他要找的是 BC 嘛 ，BC 是60米的。首先第一步我把它换去 cm， 然后呢我在 a 除以我要找的是那个 lucasan 哦，所以是500，我就会找到最后的答案。 OK， but the great di luang jawa ban lucas 什么了，一样的东西 lucas 什么了，所以每一条线除500，每一条线换去 cm 除500，你就知道是多少个线条了。 OK， 所以你会得到的图形是这一个。同学们，这个图形画的哦，你没有必要抄啊，你要记得啊。OK， 这种题目在考试里面是出现，一出现就是四分哦。第一个部分他一定叫你找其中一条线，然后呢就叫你画图画。OK， 送分给你的啊，所以你不要抄我的，你一定要自己先做。OK， 好，然后接下去一样的东西，来到了这一种题目，你就会有一点想哭。首先第一个部分一定没有问题的 ，lebar pentas di lukis 3 cm cari skala lebar。lukisan 是3，所以3哦。然后它的那个 lebar pentas 嘛 stage 嘛是600，然后把它变成1多少，找出 n 是多少。OK， 然后 B 呢，你已经找出这个 scala 来了嘛，对不对？你找出这个 scala， 现在他要找的是，他说 sebidang permandani permandani dengan 就是那个 carpet 啦，dengan perimeter 75米。OK， 现在啊，这个地方它铺一个 carpet， 这边34咯，这边34咯，这个 carpet 本身哦长75， 34 对吗？75减34减34， 34怎么来的？40减6咯，然后这边就剩下 3.5 咯，这边也是 3.5 咯。OK， 因为7嘛，剩下75减这个减这个，还剩下7除2 3.5 3.5 咯。所以他现在他要你找的是没有被铺 carpet 的地方的 luas 是多少。那首先你一定要把这个大图的 luas 找出来咯，就是大片的 luas 减掉那一片 carpet。 OK， 大图的 luas 是什么乘什么？34乘15咯，再减 carpet 是34乘 3.5 哦，我就会得到我的最后答案了。 OK， 好，这一种类型的题目是常常出现的，它出现的时候是就是这样子的 pattern， 你可能不懂它在讲什么啊。 carpet 是这样子的，它没有给你长度高度 OK， 但它会给你一个 perimeter OK， 所以是这样子处理的 OK 啊。同学们，我们 carry on 啊。好，又多一题是类似的，如果刚刚那一题你明白，你刚刚又空着没有做，那你现在我觉得你可以 try 做，你就停一停这个视频，然后 try 做，因为它跟前面那一题是类似的 OK。 Nyatakan panjang dalam cm berjabat A OK， panjang berjabat A dalam cm， panjang 他给我这个咯 OK， 然后 meter 换去 cm 哦，你看这些步骤啊都是一直在重复的cm， 然后呢就100除以200，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了。 OK， 好，这一个是 scala， 这个是我们讲的板浆咯。然后他说 sehelai tikal berbentuk segi 4.8 6 meter， perimeter 是17啊， tikal 长方形 OK， 长6，然后这一个整个是17，17减6减6剩下5哦，
这边是 2.5， 这边也是 2.5 咯。 OK， 东西不难啊，对吗？然后他问你什么，我们来看看。 Diletak di atas lantai pejabat B。 OK， hitungkan luas ruang lantai pejabat B yang tidak ditutupi oleh tikar itu， 没有被那个 tikar 铺起来的地方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咯。首先这个是多少，这整个这边是6咯。OK， 这边是4嘛，所以这边是8咯。大图减掉这个 tikar， 大图是多少？8乘6哦，减掉 tikar， 2.5 乘6哦，你就会得到最后的一个答案。 OK， 把它处理掉哈。好，这两题我要你写步骤给我，我给你最后答案。这两题一直在重复了，我都不多说了。 OK， 所以这一个你最后要写了，因为他要找的是 scala， 对。然后这个呢，他要找的是 hitungkan nilai n 最后等于6，你会先找出 scala 先啊。 OK， scala 就是1 n 啊，你找出这一个 n 等于什么， n 等于6。OK， 把步骤写下来啊，同学们。好，是的 ，Kebat， 这一个好，同学们。Satu lukisan dilukis mengikut skala hitungkan nilai x， 这整个 x， 它是一个 segi empat sama， segi empat sama， 这边16 16 16 16咯，这条是16咯，这样它的一半是8咯，所以这边也是8咯，这jari吗？不拉蛋，所以这整个这边是8咯，16加8。就 x 呢就等于24咯，24怎么来的？16加8 ，OK， 24米的。如果我要知道它的 lukisan 的是多少 cm， 我一定要首先换去 cm 咯，然后我再用2400除以250哦，因为我要 lukisan 嘛 ，lukisan 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就除出我最后的一个答案咯，我就知道 x 等于多少了 ，OK， 在 lukisan 上面。好，来到了这一个 dalam suatu lukisan berskala E N， skala 它没有给你啊，它只给你半径 BC， BC 是 8.5， 那首先你要把 sebenar 的 BC 找出来啊，这边是8 27减 12， 这边是15，那我要怎么找 BC 呢？ OK， BC 15 2加8 2， 你 calculate 一下，你会有个答案的，你就找出 A 了咯， sebenar 了咯， lukisan 你有了咯，所以 8.5Nisba A， 然后呢这个除以 8.5， 这个也除以 8.5， 因为它要找nilai N 嘛， E 就有个答案了，这个答案是什么， N 就等于什么。 OK， 不难处理啊，把它处理好啊，同学们。好，来到了下一个部分， luas segi empat sama， luas segi empat sama， segi empat sama 是正方形，所以636嘛，所以是6636咯。Jika skala yang digunakan calculate the actual length if blah blah blah， 因为它的这个它要找的是 actual， 所以我已经知道一条线是多少了，6 cm， 我再乘以500啦，对吗？我就会得到我的答案了。最后你要换去 meter 啦，你算出来的是 cm 来的， OK， 然后呢最后你还会换去 meter， 要谨记每一次要看它最后一个句子，它要 meter cm 还是什么单位要注意， OK。好，这也是另外一本书来的，这个部分老师不多说。 OK， 我给你答案，但是你要把步骤写出来给老师，因为我要 make sure 这一个部分你是会的。 OK， 好， tinggi sebenar bangunan， sebenar 现在他要找的是 tinggi dalam cm， 所以48，你看又再重复了 meter， 第一步换去多少 cm 咯，然后因为他要找的是 lukisan 嘛， OK， 所以多少 cm 除以800咯，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了，那个就是你最后的答案。 OK， 好，这一题，这一题其实跟这一课没有什么联系的，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首先他要找 luas， hitungkan luas， 所以呢你要找这个高度出来，这边是3，这边是5， OK， 所以我要怎么找这一条的高度出来呢？52减32 square root theorem Pythagoras， 所以你会找到一个答案 A，然后呢二分之一乘 A 乘6，你就会得到最后的答案了。 OK， 这个部分是四分啊，这样子就四分了啊，同学们，不是开玩笑啊。 OK， 好，来到了这一边 E， 如果它的 scala 是 E， 你是83，每一条线我要乘什么呢？就等于 E 除3哦，
所以答案只有他罢了。OK， 然后如果他说现在 PQ 这个 PQ 等于CC PQ 啦 ，CC 十八啊 ，CC 十八是几 n 八三嘛 ？PQRS，OK，PQRS 一样咯 ，OK， 然后 P 点 Q 点 R 点这个点的意思叫 image，OK，location，OK，、okay? 如果现在 PQ 等于六，请问？那个 location 的 loss 是多少？那首先你要找出第一条线是多少咯，我们已经知道它的 scala 了吗？所以六乘以三分之一就等于二咯，然后就二乘以二等于四 cm， 这最后答案。OK， 这一个是这样子做的，两分不了。好，来到了这边，班长 Sabrina， 班长啊，达拉兰代 Bilik P。Bilik P 啊，它只给你一个长度不了，八 cm， 八 cm， 它这个画的时候是八 cm 啊，它要 Sabrina， 这个是 Lukisan Sabrina， 所以我八乘以三百 ，Sabrina 是大的，所以我乘 ，OK， 我就得到我的答案 ，OK， 好，不知不觉最后第二面了，然后他说 Sebidang，OK，Sebidang tika geta 又来了，一个我们讲的草席啦 ，OK。di bentang pada seluruh bilik Q， bilik Q 呢要铺起来 ，OK， hitung kan， 请问这一个它需要买多长多长的这一个正式来讲，它需要买多长的多大的这个草席 ，OK， 所以我要一条线一条线画呢，请记啊，所以五点四我要先乘以三百咯，因为刚刚的 scala 是三百嘛，对不对？我得到一个答案 A， 然后六乘以三百咯，我得到答案 B。然后 A 乘 B 就是我最后的 loss 了 ，OK， 你看这个东西又在重复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它真的是不断的在重复啊 ，OK， 好，下面这一个一样的，我不多说，他要找 Sabrina 吗？他要找 Sabrina， 你是乘 n 哦 ，OK， 乘 n 啊 ，OK， 所以他的答案，这个你要小心啊，你要跟着那个 scala 跑嘛，对不对？不是乘 n 不了啊，这个啊，这个呢，它会变成了一 over 一二。就等于一乘二等于二，每一条线乘二，所以呢，三十 mm 乘二等于六十 mm。当它的 n 比一小的时候，它的图是比较大的。OK， 如此类推，这个呢就是四九点五乘以六分之一。这个呢，这个没有的转变哦，它的答案就是原本的。OK， 好，来到了最后一面了，同学们，最后一个部分了。OK， 那这一课就宣告结束。那我们你们会很快的就拿到新资料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新的一课，还有考卷等等的，我们要需要处理掉。Akmal berlari dari station X ke station Y. Dia bertolak 7 AM. Pada sebuah peta yang dilukis mengikut E. OK， 然后他问你 jarak sebenar jarak di antara 是十，在 lukisan 上面是十，然后他叫你找 actual distance jarak sebenar。OK， 所以现在我要把 jarak sebenar 先找出来了，十乘以八万，找出来啊、哦，找出来多少 km？ 你还要除以五个零，十万，因为 cm 去 km 是五个零嘛。OK， 然后你找到答案哦。然后他说，如果一个 km 等于三十分钟，一个 km 等于三十分钟，你就看刚刚你找出多少个 km 了，除二。多少个 km 除二，你就知道多少个小时了。Let's say 这个答案是 A 啊 ，A 除二，你就知道多少个 jam 了。然后再用七点再加多少个 jam。Let's say 这个答案的是 B 啊 ，B jam。OK， 你就知道是几点它会到达那个 station Y。OK， 好，这个是重画不了，每一条线换取那个我们讲的 cm， 再除以四百，每一条线换取 cm 除以四百。你画出来的图是这样的 ，OK， 三六，然后呢就八，如此类啦 ，OK， 好，解决啊，我们最后一面没有了，三十面，恭喜你们完整的完成三十面的一份资料 ，OK， 那好好的去处理，尽量不抄，因为这课是送分题，好，谢谢你们。